Leon Kaczynski， 1953年2月23日出生于蒂拉纳，阿尔巴尼亚，是一个阿尔巴尼亚语作家和电影院。1-2-3内容一生活，2职业，3出版作品，3.1一长篇小说，3.2诗歌，3.3专著，3.4电影研究和评论，加3.5纪录片，3.6与杂志合作，4参考生活。昂卡夫奇 ,Leon Kaczynski, 1953年2月23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，他的儿子是尼科卡夫奇 ,Nikol Kaczynski 和 Amalia Kaczynski, ZG。他曾就读于阿尔巴尼亚艺术学院 ,1974-1976。Kaczynski 在蒂拉纳生活和工作。自1986年以来，他一直担任电影制片人、导演和电影检查员。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、阿尔巴尼亚语 Kino Studio HK Peri Iri 和 Elb Film Distribution 1986-1992年。在1993年至1998年期间，他曾为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 RTVSH 在电影部、程序设计部担任导演，以及自由记者在80基米工会 Spina DHE Akroni 场景和屏幕，以及伊利明星杂志作为电影评论家。1992年他与人共同创立了电影与杂志一起皮罗米尔卡尼 Piro Milkani 和 Vasil Tabaku 是总编辑杂志。他还指导了私人电影摄影学会因电影阿尔巴尼亚。卡夫奇 Gatsisi 是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艺术家联盟自1997年以来是阿尔巴尼亚电影联盟的成员，并且自2000年以来是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联盟的成员。